再推这一个，我都会做吗？做吗？对啊，就挺超的这一颗，都会过高，然后就砰砰砰。那为什么不推一号位就好？不然就打斜角二号位。因为我想说，我要想要进攻嘛。这人在正拍，你怎么赢得了？然后我有时候也想要打这边的，可是过去。因为我想说前面人在那边啊，他接发嘛。你打这种爆包球，后排你就直接正拍抓。你打那一颗球，人家反拍，先拍没接到。所以说我是过度对的。对，刚好过，这样过去就过去了。反正这个球超好用，又打你又成为打的。Thank you.
以单独打不到电话。等你剩下。最后时候都会紧张，然后掉下来。啊，你有没有？